大家好，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阿姨村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偷窃案，带大家收看稍早的画面。在晴空万里的某一天，阿姨村跟平常一样哟，靠着 CPU 主控球来维持能量与防护，透过 CPU 提供给每一户人家能力与保护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在夜深人静之下，小偷趁大家熟睡时偷走了 CPU 主控球，阿姨村扫了 CPU 主控球，整个村落顿时陷入黑暗中。治安二人组，你们在哪？雕织女侠、方案大侠 ，Where are you？ 于是雕织展开了拯救阿姨村的行动哟。但是，想要经过此地，先打败我再说。不泄露个人资料。禁止改密码。刀跟鞋子。其实我是来助你一臂之力的，快点拿着新的武器拯救世界吧。另一方面，本来也展开了行动哟。救救我！我快被冻死了。我该怎么救你呢？方安 VS 火龙，哪只才是被冰封的火龙？好喜欢下载图片影音，说错了，不可能下载，看中哦，都喜欢你。我要去不知名网站杀，错，不可能去不知名网站，看中。这次总不会错了吧？谢谢你救了我，我挑战你绝招，下载。不去不知网站，勇士祝你好运。哪个月找到呢？他知道如何前往木马，前面他说话吧。你别吵，我来中枪，要帮你忙呢。在你们打我之前，先让我使用我的能力吧。我的防毒网居然过期了，这样我的车子根本没有抵挡病毒的方法。为了让电脑随时都能阻挡病毒的攻击，我们要定期更新病毒码才行哟。啊哈，有了这面防火墙的保护，再多的病毒我们都不怕。啊哈，你的病毒已经对我们没有效了。接下来换我们攻击了。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，更新病毒码是很重要的。只要透过那个洞，你们就会到达木马城了。哈哈，为什么你们这么认真？想到 CP 主控球也行，打到我来说接招。现场清太空，解封，技能介绍比血肉越来越热。防御罩，技能介绍，防御罩，定期更新病毒码。该做个了结了，把 CPU 主控球还来，好运来见。人介绍，不任意下载，不去不知名网站。在雕兹和潘安的联合互助下，成功从木马哥手上夺回阿姨村的 CPU 主控球。最后，雕兹和潘安拯救了阿姨村。雕兹与潘安，治安最重要哟。